参观参观吧，我家。你这个城市太快了，计较高效，极简结束了，代表硬件设施合理，软件运行还得测试一下。你这是套路我呢是吧？你情我愿的，为什么要这么龌龊的词儿？你到底会了多少相亲对象啊？我没有啊。哎。 测试软件，这你也信？你还不如找个算命先生，测一下你们的八字，合完了直接送进洞房得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是科学。你想啊，我们只花了3-4个小时就确定了彼此三观一致、人生目标一致、兴趣爱好没有什么冲突，而且我们学历相当、经济基础相当、家庭状况相当，还有什么？ 你别说一半掉人胃口行吗？还有就是，当天差点就验货了。真的？这程序员不会是套路你吧？我也是这么怀疑的。报警吧，他没得逞，这未遂可以判的。哎呀，凡事留一线，以后好见面嘛。以后，看来你对他也不是没有好感。 作为结婚对象来说的话，是还可以的。我给你盖棺定论吧，你呀，还是缺乏安全感。